接下来关心嘉义县的消息，嘉义县永在十安大楼联合检验室以十安永在为愿景，在110年11月19日正式进驻启用，县府投入3000多万，提升检验中心等等设备，实验室历经食药署严禁把关认证，在112年1月1日起开放检验的申请，正式发出第一份鲈鱼嘉义优先检验报告，由县长翁章梁亲自颁发给嘉义优先的业者，向前嘉义县十安大跃进。县长翁章梁说明，配合嘉义优先品牌发展，由农业处制定嘉义县推广农业特产品药检优惠方案，而且比对全台检验收费方式，嘉义县收费目前是全国上低，以台透过政府的补贴支出，和农业特产业生产者乐意参与食安品管机制，取得安全认证，扩展经济通路，和消费者会当安心购买支持优质农业特产品。那我们希望在整个实验室里面一方面得到整个卫生单位的认可，那也就是说我们发出去的证明是被认可的，是有效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们希望能够辅导我们的农渔畜产业能够变成是一个安心食品的，所以我们农业处跟卫生局大概也经过讨论，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检验的费用的支出我们有拿全国来做比较，那我们现在是全国最低的收费，那我们会做这样全国最低的收费，我们希望是能够让我们嘉义县的农渔畜产业的业者，那能够由政府这边来补贴支出，那能够让他们取得安全的认证，那一方面也让我们习惯于在整个的拓销或者在经营上，那有更大的一个市场面，所以我们现在推动嘉义优先的产品。那基本上是跟整个食安的检验是整个配套在做处理，那今天我们发出了第一张这种食安检验的证明书，那我们也非常的谢谢卫生局很努力的那克服很多困难，那包括花了很多钱购买了很多仪器，那终于能够取得国家认证，是一个符合的认证单位，那今天发出了第一张检验证明所以特别来这边颁发给他们给业者，我们希望大家以后我们所有的业者多多使用我们食安大楼的检验机构能够让你的产品有更好的这个通路，那包括可以带给消费者更大的安心。透过食安大楼实验室的严格把关，未来将成为嘉义优先138间业者、406项产品的品牌守门员。你今仔日第一张鲈鱼检验报告合格，检验的就是动物用药四环霉素，由馆长翁章梁亲自颁发和写爱心永吉堂负责人张秀琴，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张秀琴讲，家己长期经营品牌形。对食品安全特别重视，在知影卫生局甲农业处大力推广农业特产品药检了后，家己也立即将产品送验，期盼让消费者会当食得安心。除了会当在地就近送验以外，而且针对嘉义县民，另外有特别的优惠，收费俗将近一半。新闻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超越，追求更好，祝大家新的一年鸿图大展，家家平安。情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梦见你我心却变得不平静，好想把你收藏。 I say hey yo， 告诉你今天我超越，追求更好，祝大家新的一年鸿图大展，家家平安。
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光着脚踩在土地上。两句话呢？啊，我阿公常常拢讲，人生有诶无诶代志，你足侪啊，安那尽量较简单诶。三句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幸福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